好了，我这边完成了，再就是完成这里啊，先这个好了，这比较快，挖掘术。我会尽我所能的帮你，你也要尽你所二能的点帮五助保安星，部门。太难了吧？有点难啊，大大。作品。好，我们这边要盖什么嘞？我们这边盖玩具店，没错。这我没有想盖玩具店在这边啊，要盖哪里好？好，也只能盖这边了。哎、欸，这边有点占空间呢。我挑一下。好啊，赶快睡哦，我也快关台。哎、欸，12点了，要关了，要关了，要关了。我之后应该就是会把礼品啊、素食再找个地方补吧，这都是先暂时的，为了赚钱。好啦，那等一下要关台喽，一样会放记录档，所以可以看记录档。感谢一直以来的收看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。明天礼拜四这没有是什个危么，险的世界，没有什么，我看一下，而这个地方让世界更加危连险。续2分钟维持在，这份合不同可足以保证我们保护这能。里的安全。看哦，连续2分钟，哎呦喂，我的客人有1300以上哎，啊那等等这个吧。等这两个任务完成，我们就关台。等这个要时间的任务完成啊，我们就关台。我来看一下哦，哇，恐龙贴纸，售价4块钱，4块钱，我已经爆满了，我要雇员工哎。哇塞，我早知道先做这个了，我的妈，哇！哎、欸，注意不得了！哇塞，卖贴纸就赚钱了哎、欸！你知道现在嘴巴是怎样吗？很无奈的一个 O 字形，不是 O 啦，就是半月。我傻眼呢、欸。还是我应该调成一个员工，让他累死，然后就是忙不过来。因为刚刚还是因为太贵了，调一下哦。不是，是 O。对，是这个连。打野，玩具这么好卖哦！干，卖贴纸就好啦，我卖这干嘛？对不对？有口对不对？哦，对了，我这边还要再盖一个这个。
盖一个避难所。卖九口，没有卖九口啦，我说卖贴纸啦，九口对不对？他们都要抱着随时随地被我 Q 起来，只能说对。所以啊，我昨天有讲啊，这么大的游乐园竟然都没有小孩子，小孩子的钱最好骗欸，最好骗的钱是小孩子，欸，三个嘛，小孩子、宠物跟女人的钱最好骗。有人饿了，饲料吃完了，啊。人驱动工作喽。喂食处补充申请已收到。感谢你提高了。好了，完成一个了。再记上一笔。那，哎，这岛这么大，我是不是要再盖一个车车啊？只有特殊人才才能完成这份工作，而且完成的有声有色。保安部门又颁发奖励给你，因为在莫尔他岛，特殊人才非你莫属。被你魔术，我愿都有。好吧，我承认除了我以外，有个人也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。我们确实合作的不错。好呦，开始没赚钱咯，是不是这边不好卖啊？我的天哪，走的时候不就应该买个土产回随身兵。朋友，请工作，添加至工作清单。1500万的朋友，感冒了。好，我喜欢这份合同，你也应该喜欢。艾德，所以我要养一只艾德。养，那明天的事。呵呵呵。好啦，差不多。准备关台咯，今天开这么晚？没有，昨天是十二点啊。昨天是十二点啊。你要撞门哦，意外生错的弟弟。好了，先存档。我们去这边盖一下那个看看。我们来盖玩具店。昨天还丢包到 U 营呢。对啊，我昨天还那个丢团到 U 营那边。水里不是水里那边啊，小雨那边。哇，你看这边多漂亮啊，风光明媚的。玩具店要盖哪里啊？可以吗？玩具店，等我一下哦，让我完成一下的好奇心愿。地形限制，好，这边就有钱啦，随便玩了。我不是服饰店啊，玩具店。
那我盖这边好了。怎么又受地形啊？等下等下等下，再给我下下的时间。哪来那么多地形限制啊？啊，是因为有游客啦，北西。也就是有游客害的。不知道卖了贴纸之后，昨天那个就达成了恐龙死亡。那位，他刚来、欸。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好想你，啊、好想你。是谁死呢？真的好想你。阿贝姆汤死了。好想你。睡啦，晚安。小鱼晚安，感谢感谢感谢。阿贝姆汤死了。阿贝姆汤，哎、欸，醉醉你在吗？醉醉，你的阿贝姆汤死了。前往接收恐龙。那我们是在养鱼，那是叫什么？啊，随便啦，我这边可以再养新的恐龙，对不对？看一下哦、喔。恐龙贴纸，遥控恐龙。正在运输恐龙。哇哦，赚大发啦！好啦，那就先这样啦，明天继续搞那边。哦，所以那边，哎、欸，我们这边场地也不够、欸，好吧，之后再看吧。就可能这边扑杀光光之后，欢迎接新的品种过来。感觉到可不可以叫我小醉？不会啦，醉醉还好啊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吗？明天见，明天可能下午就开始开了、喔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，我们再看一次广告啦。我看看有谁开台，我 host 的过去，我 host 的，我揪团过去。嗯，看一下有谁。哲平，好，我们去看哲平吧。啊，我带你们去挂火焰好了，那边可以赚钱。啊 ，RAID， 那边是你挂台拿点数可以换那个周边商品，就是电脑周边商品。SUN309609。那边可以换萤幕啊、滑鼠啊、键盘的，不过应该很难挂啦，因为要求可能会有点多。拜拜喽。